开朗的，啊，从来都没有好过啊，死掉了。充满恶意的呱呱，呱呱哎！哎、欸，我不会发亮咯，它是假西瓜，假西瓜。我又炸掉台直升机了，太棒了！是哟、哦，哇，不是国王吗？哎、欸，炸出来了，被发现了，被发现了。你只有保护衣。啊、哦，我怎么了？你都没喷啊！哎呀，又被爆了！哎呦，哎、欸，原来是经验归零了。哎、欸，你怎么上来了？啊、旁边烧起来、哦，为什么要炸矿工？我想说你自体燃烧也蛮厉害。可是我快死掉了，这个烧好久啊！不如我把他们玩弓箭了，玩炸弹好了。我把他们炸弹手炸掉了。好，太好了。欸、小雨，你们一直没有发现书怪还是少二吧？嗯。少二、欸，又被炸了，又少二吗？乌龟少二啊，右边少两个啊，那边只有十三。哇，免费的血球、哦，对，少了两个、欸、我买。那是被弄掉了是不是啊？右边，我觉得是不是弄掉哎、欸？我觉得是一直都是这样子。可是我刚买的时候，我买满呢、啊。原本是好的啦，后来可能被炸了，可能被炸掉。因为我的弓是三十等负的。哦。嗯、是不是有人要过来？我来，在哪里？扣150，再迷一个。哦，活死奶奶！时间。哦，有没有每一个都不同？太厉害了！每一个恶运水晶都不同，但是最后一个好像没有什么用。哎、欸，他们也不笑了。重点是不一样。好哦。相互补正。哎呦，防火哎、欸，要不要付啊？防火要不要付？哇，平常好难遇到的困扰哦。原本我都不会这种困扰的，因为都不太会的。对啊，欸、他们没发光、欸，白字我的妹妹。等一下等他用完，等他用完。我不要妹妹，我等一下镜子又不见。因为那上面有人哦，你小心。啊，有人啊、哦，啊、哦，没关系。那个他们有在那个对面瞭望台那边射。哎呦，对你、欸，你可以堆石头堆起来，他们射不到。我把钱，我全部都拿去买金苹果。我从下面往上扔了。什么？下面有人？嗯？怎么下面有人？我也不相信奶奶了。我说我从下往上扔。哦。哎、欸，对，赶快挖，赶快挖，有钱了，有钱可以玩了。你直接死去好了，这哪里有地方可以让我死、啊、有人上我们直升机哦，有人上我们直升机哦。好，那就上他。好，我上他。上啊！我来。国王。我上。我来。国王冷静。冷静。看我的空桥、啊。一点用都没有的感觉。我来，嗨，他丢炸弹。那我不要死啊！不会，三种空墙，哎呦，中间好像有些人哦，痛，蹦，可恶，没招他，这是我的空墙，做什么？下去，来，卡卡的，哎，你爆杀掉，快点爆杀掉，快点，快，谢谢，你在桥上打架，他们有狙击手，他们有狙击手，啊。哎、欸，有人跑好快哦、喔！哎、欸，又等加步，又等加步！哎、欸，我死掉了，你死在哪？在我们家门口左边而已，门口左边而已。等加步上去了，二零前面，二零在我们家楼上。好，二零零，有一个蓝队冲过来了。家里有一个蓝队，很难打、啊。他只有弓箭手，打他、啊、打他、啊。哇，这烧死！漂亮，上面也太烧了吧？对，超烧、啊，他丢了超多火球。我会不会被烧死啊？哎、欸，没有，不太会烧死。我打，被炸什么你？事情快点，而已。哎、欸，他们陆续下来，他们陆续下来哦。二零怎么在底下？你不是要报复我？你怎么在底下？我懒得上去。征求了一名幸运的勇士帮忙玩那个二零水晶箱子，有很多。好好玩，都玩，大家都玩。喂。我这个失败三次，我就不想再灭火我的灭火。
哇，好多哦！快玩哦，时间快到喽！哦，好，玩很久啊，玩很久。下午了，下午哎。经验归零，对。晋升哦。失效。这失效。哎呦，失效啊！我不玩了。换了，换了，换了。等一下，输入法。换一个，换一个。换一个，换一个，换一个，随便换一个，反正不要是我。可恶！男队友来了。他们在用我们的那个。我打到了，打到了。直升机，直升机。又一个，又一个来了，在哪里？哎、欸，我看到了，西瓜，西瓜，他走，他走，西瓜。喂，直升机需要有人阻止哦。等我一下，我先吃的。哎、欸，队友捡到他的弓哦。有人，我背后有人。强力士，哎、欸，这是我的弓。西瓜，西瓜，打他，打他。强力士，强力士，巧克力，这给你，无限火焰。哇、哦，我回家拿一下剑士。强三。那我这强势给你，啊好，哎，金钱，感谢，有火焰就可以破他们的盾了。我记住哦，我的经验，你的经验没了，还好他们丢火那个不会，奶奶又没了，热腾腾的。等一下，蓝队分数也太负了吧。越点越高，小雨。Hello， 可爱的小孩。好好好，我来猜你们楼梯哦。哈哈哈，你猜你猜，我帮你，你在旁边。啊！哎呀，你那老雷啊，国王啊！哎呦，还好吗？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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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安全安全。我们在地下室怎么有？两下就死了，好痛。我们在地下室吗？弟弟应该有钱喽。哎、欸，刚刚挖过了。地下室那位朋友。哎呦，挖过了。啊，他死了。啊，他死了。闪电，闪电！他努力的走上来，然后被我一刀挥死。哇，那个射好远哦。哎、欸，可是我的弓呢？注意有闪电哦。哇，这也太远了吧！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你笑，你怎么也下来了？发现没踩到。摔死了！有人看到我的弓吗？我这边有一个强三的要吗？多的，嗯，没关系。你弓会掉底下去啊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有吗？合成强四，不知道是不是被捡走？觉得地下怎么又有人啊？你要不要下去看一下？哎、欸，好啊，巧克力先给我，可是我现在活得了吗？可、啊、以，你给我，我帮你用。哎你要吃苹果、哦？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我这先给你吧。有苹果吗？可以丢一点给我吗？好好好，我从头一个苹果给你。好你在哪里？我在这，我在这。可以可以。哦，他死了。你为什么看着他？看着他挖？没有，我先偷他钱。啊，他传送。我偷完他钱再杀他。他传送哦。对啊。哦、好猛哦！我干掉他了，干掉他了。好可怕哦！不要让回去啊！我射死他，射死他了。嗯，哎，顶钱，顶钱，顶钱！哦，散弹，散弹。哎，死！把一些东西塞进去。不晓得他有什么，炸掉。是什么？耐久三，锋利三，这么好。射脚胶。哎呀，射脚胶。好。喂。哎呀。哇，亏他可以走过来。嗯，得到了，很厉害。是我射的吗？他自己摔死，看我意思哦。有个坏人在我们家底下挖了一条。二零零也太猛了吧！二零零，勉强帮你。管制。啊，我的炸弹没了。好悠哉哦。那个树要跑去我们家了，是吗？有吗？我们一直在卡在中间。我们没有，有一个从地底下挖上来，他要去二楼了。那就没办法。有人要去。家是没人吧？等一下。我们都在中间了吗？我们家没有，我在底下。哎，我们在路超破。有收到，收到，二零零零四。他的挖，这挖。他们的弓箭手在他们的城墙上。嗯。难怪我们的书柜会少，就是这种人奇怪。偷在底下偷偷来，这上来我们就要偷偷挖掉，偷偷挖，偷偷炸。哎、欸，他们弓箭手跑到一楼去了。好啊。Oh my god！
巧克力要换吗？啊、要换火焰了吗？好啊，中央商人，中央商人，会，哎、欸，小心，小心，二零，小心啊！二零摔死了，二零，哎、啊，你挂了，哎、欸，啊痛，哎，哎呀，没关系，自己加哦。嗯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想要打到他们的内内哦。仓库的钱已经没了、哦欸，这么快？没了，没的。我的位置不好，用掉的，弄太快了。我给你一点。嗯，哦，其实我身上很多。没关系，我也很多。哦，又在丢火焰的，你是不是买太多？我又丢了。啊，我没注意到，扔到了，扔到了。就这样嘛，就当成是我人很好啊。对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小心，小心，后面有人，先走，先走。好不对，就是。那他们的人，我没有弓箭了，我退了。他们在哪里？我来了，国王来了。国王来了，国王又更多了，国王。他无敌。他怎么会跑酷？他回不去，他回不去，路被炸掉了，摔死。路被炸掉了，他回不去了。打开，小心。啊，我炮啊！我看到那把弓了。嗯，呱呱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呱呱。在中间，我可以捡到，我可以捡。啊，好好好。呱，你在干嘛、啊？呱呱！哎、欸，我要赶快回去。DC 有 DC， 我说不要，不要相信你。哪里哪里哪里？哦，杰克，坏呱呱！有人跳下去哦，有人跳下去哦。我说射不到他。哎呦哎呦！走开！啊！喂，好痛！行，最后一把强力炮了，最后了，要不要去迷信一下？最后了。最后了，你们还有钱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明赶快去明，要炸的赶快炸，就是虚拟的，正在炸，正在炸。对，我可以明一次，明不要炸到我们这就好，这炸的好可怕。胸甲被清除，早就没有胸甲了，不用怕了。哎，丢给你钱。哎呦，手榴弹，哎呦。哎呦！哎呦！知名啊！炸哦！哎呦！轰炸哦！我又被炸到了，好爽！这么多小宠物，就扣分啦！时间到了，哇！捡回来了，结束了，140-137，我的分数比他们涨，哇！是怎么办？怎么办？1-3。太霸气了！谢谢。结束还在失明，结束还在失明，耶！4秒失明，好爽 ！Q Q。那巧克力失明啊！营业结束，结束，好，结束，结束，结束了。哦，超大的，结束了。看一下。最大的富豪168，168就可以当首富，差9块钱，哇，你差一点点，你也可以当差8块，可惜可惜，垃圾，嗯，因为其实有很刺激，完全都什么都不太敢做。大家都我都是等那个有两个技能无敌加那个治愈，然后过去炸他们的附魔台，炸了就赶快跑。UHC 模式的时候，有很多技能原本用不到，都会被用到了。嗯、像这个火焰，真的，火焰那个冲刺加火焰超帅的，直接从桥噗直接到家里，真的，完全拦不住啊！想打都打不到，直接掠过。太快了！你们还在 PK？ 好了。哎、欸，你们有看到40层吗？啊，对，你们去看。有啊，有啊，挖空了、啊，挖空了。输呀！哇，直接是空的。喂，为什么要丢我们视频？一拳对面的还有啊？干什么？一拳对面的还有哎、欸。不要这样，哎、欸，太累了。不行啊太累了，挖光光，挖光，挖到这个断掉完全没有人要挖中间绿色的，断掉中间的还在，有啊，有中间绿色，我挖一下，好吧，你还把我挖掉，早挖一下了，
好晃哦！休息啦，休息啦，休息休息休息啦，休息了，晚安，晚安。哎呀，谢谢大家收看。哎，我发现我每次关台后的声音都还是很小。哦，对，我可能这几天又会去工作室，所以又会有空窗几天哦。好啦，感谢大家收看。有时候都要玩一些特殊模，我才会显，跟装备才会显得。那感谢大家收看啦，希望可以帮我点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本母，拜拜。